这个 GPT 即马当时惊，有那传出讲惊资料外泄这问题，国内企业甲政府部门啊，对着这 ChatGPT 拢无相关的规范。即马伫个立法完成进程，所有部是表示讲会先用主案的角度来规范。所以问题 ChatGPT 就随后你答案。这个新兴式的 AI 风潮是小全球，连带各国的资源风险也增加真多。这个月南韩三星电子是爆出使用 ChatGPT 和机密资料流泄。搁当来看台湾，目前各大企业和政府单位拢无 ChatGPT 相关的规范 ，AI 基本法的草案嘛停伫下部会的研议阶段。现在这些阶段，各个部门、各个机关，他们可以自由的运用这个 AI 系统吗？国科会没有办法去规范。理事长，数位部这边会用治安的角度来规范，只要不是，主要是规范治安跟机敏的部分。还没完成立法进程 ，AI 这支香槟刀，各大金管会嘛唔敢大意，已经开始调查各大金融机构使用 AI 的状况，而且请银行工会来建议，把 AI 这个新型科技纳入作业规范的可行性。另外，对社群平台顶端的诈骗，也是投资钓鱼广告一直出来，民众的钱拢被骗了了，要按照管理，同款是使人头疼。从4月10号到4月17号统计的资料，呈报了给这两个单位95件的案件 ，Meta 88件中39件下架了。他不如果配合度不高的话，要怎么处理啊？那是国际公司啊，你有他什么办法？金管会这单位已经邀请 Google 和 Meta 两大平台开会定调 SOP 和联络的单位。Meta 对即马开始，只要政府部门举报不实的投资广告，上紧就会伫8点钟到24点钟内落架。所以无承认讲，目前 Meta 效率是比 Google 较好。Google 即马申报7件，目前拢无落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